妈妈在这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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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因为我们有这份母系的亲情是一辈子可以依靠的，所以从小对于我们的灌输里面，一个母系的亲情永远是第一重要的，爱情包括爱人只能占第二位。现在虽然有七八年了，到现在也是那种感觉吧，就是好像就是这几年都是在热恋中那种味道。没有想象当中啊，就这里很热闹，很多唱歌啊，穿的民族服装那些啊，但是来了以后，我到现在为止我都没见过，也很冷清，真的很冷清。